大昌行集团旗下已经有39年历史的大昌食品市场宣布结业。大昌行表示，决定关闭28间食品零售店铺，但仍然会继续为本地市场提供优质的采购、分销和食品加工等的业务。据了解，大昌行集团今早同员工开会交代结业的安排，并陆续向员工发出终止雇佣合约通知书，指大昌食品市场业务受不确定的外在因素和各种营运的挑战，经审慎考虑之后决定终止食品市场的业务。另外，大昌食品市场的应用程式亦都发出公告，宣布会员计划和相关应用程式将于4月1号终止运作，呼吁顾客在限期之前使用电子优惠券。喂喂，睇完咪走住啊！记得 like 啦、subscribe 啦，同埋揿钟仔先，撑我哋撑真相啊嘛！